我来吧。哎呦！哎，你说你大早上起来就说给我做鸡翅，但现在只会给我添乱。哎，我不管你了啊！哎，你同学给你打电话，你都不接，都打我这儿来了，快点回个电话。哎，真恼气，先不接了。哎，快接电话去，又打来了。哎，叫什么名啊？那是浩凡。快接电话去。我还是先去接个电话吧，你先帮我这看着吧。嗯，好。同学，你也学车？嗯，对啊。你大几啊？我大一了。啊，那我大二的，国传的，孙浩凡。林潇潇。林子，你电话。谁啊？孙浩凡。哦，行了，你先放着吧，我知道了。嗯，好。你这游戏打多久了都？哎，打电话干嘛呀？哎，怎么接通了？喂。啊，怎么想你打电话？哦，家教下来了，昨天你没来。是昨天吗？哎呦，我都给忘了。师傅知道咱俩认识，所以他让我带给你。你在哪个宿舍呀？23，我就在宿舍。哦，行，成，待会儿我过去找你啊。啊，谢谢啊。没事，待会儿见。啊，好，拜拜。哦，我们一个也是有本的人了。哎，我先去拿驾照了，待会儿你自己吃饭吧。行，去吧。啊，走了。哎，又一个二把刀。老板，怎么了？没有，才刚到。哦，谢谢啊。看一下，是昨天我都给忘了。我都吃完饭了，怎么还在这？我先走了。谢谢，那我先走了。哎，等一下。上次说你学院的事，你别在意啊。要不改天请你吃个饭吧。哎，你知道新传吗？听说他们都是学霸，你知道吗？穿衣服特别土。我能跟你说我就是那学霸吗？啊，你是新传的？那事儿啊，我早就忘了。不过谢谢你帮我拿驾照啊，要不改天去吃个饭。行。你下午有课吗？他下午有课。有课？那我下午没事儿，干脆我去你学校上课吧。怕你来我们教室蒙蔽社会的闪瞎了你的眼。话怎么那么多？快走，坐吧。哎，坐吧，当最后一排。
是见你朋友吗？哦，孙浩凡，我朋友国凡。你好，你大姐。大二。你有女朋友吗？有。啊，正式表述，这是一个小孩，小孩坐在那儿听你说的，把这段给表述了。Oceans apart and it's heavy on my heart. Rolling a roll, but my rolling came too slow. I'm happy, you know. I'm spending my time.喝酒了，喝酒了，别别别，别别别，喝酒了，喝酒了，喝酒。
傻逼一个，快点干！喂，你干嘛呢？不接我电话，也不回我电话。哎呦，厨房做饭呢，没听见。说好了，几个老同学好久没见了。我在逛商场呢，你下午来接我。哦，行吧。你是不是还在生气呢？没有啊，我没生气啊。没生气，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啊，好了，晚上一起好好聊聊吧。嗯，行吧行吧，你待会儿跟我说吧。嗯，拜拜拜拜。老同学好久不见了，然后晚上一起吃个饭而已。哦。哎，你们家那位今天上位都来了好几个电话，没把我烦的。烦吗？要怎么叫好烦？不是，你跟我说实话，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呀？没有啊。没吵架，没吵架，你怎么可能来我这儿？是我姐啊，我姐夫不在，我不得来照顾你啊。啊，你怀着孕？问我吗？我刚怀三个月，谁需要你照顾？哎，待会儿我要去买点东西，你陪我去买东西吧，然后顺便开车把你送回去。行，怎么着都行。哎呀，其实我觉得人家挺好的呀。啊？哎，你知足吧，你看看人家，要身高有身高，要长相有长相，要学历还有学历，关键是吧，善解人意，对人又好，对吧？哎，那边好像有人在叫。对面鹅叫你啊！我跟你说，你别跟我打岔啊！你们俩赶紧给我和好，晚上不许回家了啊！不给你开门。行行行。好了，那我下次带你去吃好吃的。我这里有朋友，我会请你。喂，你在干嘛？我在用枪枪你。我也在用枪枪，他还没来就。Laughing and we're joking like we always, always used to. To rudely interrupted by your off-wit of a boyfriend who tries to call you. To see you again, to be your friend, to hold you in his mind.走走走，去医院吧。没事没事，没有。哦，痛啊！没事。
上大学就是要长精了，你知道吗？我这还是第一次被打。你就贫吧，你就因为贫被打的。痛完了吗？哎呀，弄得我这浑身都脏了。不是，你洗个澡吧。我要去拿衣服洗一下。还疼吗？我操，那男的真狠。算了算了，我先换衣服，你要不先去那边坐吧。帮你擦擦药吧。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你看，过来。哎，痛！怎么那么不小心啊？我去，你多大的人了？主要是那女的，我女的都没怎么着的。女的怎么了？她骂我。骂你怎么了？哦，去，痛啊！没事没事。手机快去洗，手都擦洗也擦了吧。你这不好擦，你知道吗？哎，算了，帮你擦，擦点药吧。没事，哎，起来起来起来。你是不是傻？拉开门。哇！看你现在这样，你脖子往后退点吧。行啊，啊，你要说我们叔叔，我们叔叔还不发霉啊？呵呵，哪个床最干净？当然是我的床最干净了。你住这儿？对。那你先睡吧。好的。我先去泡个衣服。好。上去了，啊、嗯，对，没事没事，啊，你说我们两个睡觉，影响一下你，没事，咱俩应该不急吧？好吧，那我关灯啊。好。我靠，这么黑呀、啊！林笑笑，对了，那天吃饭的事对不起，我心里事儿太多了。哎，没事，那天也是我有我的不对。洗也得睡。哎呦，我踩你哪儿了？好痛啊！你妹啊！有事吗？好烦啊！好尴尬！我什么都看不见，我都不知道打到你哪儿。你觉得能打到哪儿？到这边去了。什么？没事，反正我也没事干。行，快睡。林笑笑，林笑笑，哎，干嘛？哎，刚睡着呢。牛仔裤要不要洗啊？要啊，当然要洗啊。这不是你和孙同学的情侣牛仔裤吗？哎，别瞎说。Thank you.
晚安。你终于有时间给我打电话了，你在干嘛？我还以为你死了，这么久不给我打电话。俩男的有什么可打电话的？你现在干什么呀？嗯，对，我刚回来，正准备做浩繁秘制方便面大餐，想吃吧？大餐你妹呀！哎，我现在已经回来了，你快点快点下楼来我吃饭。啊？你回来了？你在学校？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怎么不早说啊？让我去接你。哎呀，你别提了，快过来。啊，行，拜拜。嘿、hey ，我上来了。啊，你穿的刚登完山吗？你？我去，你就回来了。哎，姑娘，我寒假给你带了东西，在宿舍里，你去看一下。宿舍，好的。是这个吧？对啊。你知道我穿多大了吧？你这哎呀，那个知道。会不会很贵啊？不贵，挺好看的。买一赠一，买一件当然贵了，买两件不，哎，反正就是不贵。那行，那开学还有几天，我带你出去。确实回来早了，那我带你出去玩。哪儿？你不会把我卖？谁卖你啊？谁买你啊？是吧？嗯，我那我到时候叫你啊。行吧。吃饭，我也都没吃饭。那好，我请你吃饭，走走。你不会请我吃方便面吧？Never say you're lonely, just lay your problems on me, and I'll be waiting there for you. The stars can be so blinding when you get tired of fighting. You know the one you can look to. When the vision you have gets blurry, you don't have to worry, I'll be alright. That's the least I can do, cause when I fall, you pull me through.Walking in your shoes, we'll take each step together till you come back to center. You know that I know the real you. And when the vision you had gets blurry, you don't have to worry, I'll be your eyes. That's the least I can do, cause when I felt you pull me through, so you know that I'll carry you.你今天怎么变得这么大方，还请我吃饭？哎，我是什么人呢？看见吃了一寒假方便面的份上，我不得好好安慰你啊！你怎么那么贫呢？怎么还没改呢？我发现你回家后变好看了。那我改天可得带你回家好好整整。谁帮你整的？我妈。你妈？真的假的？
我妈技术可好了。那我可得和你妈搞好关系。我妈说了，普通话说的不好不让进门。你故意的吧？嗯。快吃吧。你行不行啊？没事儿，从哪走？嗯，这边这边。哎呦，这道路怎么回去啊？不回可以吗？我不想回去。哎，这可怎么办？就这么吧，你行不行？哎，我这边哪有宾馆什么的？走吧走吧，我们去找个先找个地方先住一晚。知不知道我最近真的好累好孤单啊。你要累了就先睡吧。我得去歇会儿，热死我。睡着怎么也不脱鞋呀、啊？嗯，你这样，几点了？你这是啊？你怎么还不睡？啊、哦，对，睡睡。
哎，起来，来，哦、吃早饭。起来。你几点醒的？哎，早上起的。你今天有什么安排？今天没安排，一天都没有。那行，一会儿你陪我先回个学校换个衣服吧，身上都是酒味。然后一会儿和我去买个东西。行。下雨了，外面。嗯，我没伞，大吗？嗯，还行。干嘛呢？没事。嗯，你买的豆沙去，我想吃肉去。这有啊，这个肉末。那我倒把那也吃。嗯，快吃吧，一会儿凉了。嗯。哎呦，你在干嘛？逮肥猪啊？你我还会逮回来的好吗？我终于不烦你了。那呵呵。快吃吧啊，凉了，抓紧时间让我们去买东西。帅吧，你赚了一个寒假的钱，咋能不帅呢？哎，你不先去买卡吗？买卡这是给王心英买的，明天和她一起去，艰苦了一个寒假终于可以送给她了。哎，走吃吧。哎，不等我刚才想起来，我不好像有点事儿，你自己先去吃。你能有什么事儿啊？走了，先吃饭去。你他妈还先吃饭呢？你给他买手机膜手机卡去呀。你有病吗，林学长？我有病，我遇到你我就没好过。我有病，你有为我考虑过吗？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给他买手机，你带着我干嘛呀？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在这个感情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到头来最后还都是一样的。
不要整天顺势练的，就是让自己沉沉的人的茶不思饭不想。你看点那么多，一口也没吃，何必呢？你这样毁了自己，你知道吗？可是你说要是你以为自己付出很多，他就一定会喜欢？别开玩笑了。可是他对你也挺好。他对你好，他就一定喜欢你。他对谁都一样啊，他对我还挺好的，你知道吗？就是你没看到，别再对自己撒谎。他主动给你引导，给你发短信。他前一秒钟给你打电话发短信说晚安，下一秒钟就得跟别人说他想睡不着，你知道吗？太天真了。所以要想在失恋当中成为赢家，就必须先让自己优秀起来。让自己优秀起来，你喜欢的男人才会喜欢你，你知道吗？这什么什么男人，你神经病。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学习错啊，吃饭。喂，小小，见到了吗？吵架就赶紧和好，你看你们俩都那么想见面，还非要死要面子。喂，喂，你看我今天在给你开门。
喝多了吗？我没有你那么大劲。到底要干嘛？好吧，好吧，好吧。在哪儿啊？行吧，行吧。说吧，你到底找我什么事儿？你昨天说的那件事儿到底是真的吗？哎呀，跟你有什么关系呀？怎么跟我没有关系？我想了一个晚上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大姐，你有病吧？我求你放过我。你不是喜欢花泽类吗？花泽类谁呀？花泽类是我男朋友。谁说我喜欢你男朋友了？你男朋友叫什么？我昨天才知道的。你男朋友叫花子泪呀、啊？怎么了？花子泪怎么了？你说他叫什么，我就必须记住。哎，你昨天见面的时候，你明明说了，你说他帅，还说你喜欢国传的，而且又是男的。我说我喜欢国传的，恰巧他也是国传的，你男朋友也是国传的。而且都是男的，大姐，你疑心病太重了吧？我真服你了。真的假的？你发誓？我发誓，我要是喜欢你男朋友，整个麦当劳都炸掉，把我炸成一片一片的，行了吧？那好吧，哎，我突然渴了，你去买两杯咖啡吧，我们慢慢聊，聊聊你那个国传的。嗯，客气客气客气。事情是这样的，我跟他一起骑车在九月份，然后他本来跟我不是一辆车的，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跟我一辆车了，然后我们俩就开始学车嘛。林潇潇，你真的是。于芳，你怎么看？你说我是不是变态？方你妹呀、啊、我觉得你这件事变态就变态在你明明喜欢他你却不说，你这样子是在折磨你自己、啊、我怎么说呀？他有女朋友呀，我跟他说让他讨厌我吗？他有女朋友又怎么了？你见过一个男的就是放着 N 多空床不去睡跟你挤一个被窝吗？那你说我男朋友要是跟你睡，你愿意吗？别！你想想，这么长时间了，有哪个男的愿意给你买早餐的？这倒是有，不过是我求他帮我买的。如果你当家教，累了一天了，累死累活的，你还会去见一个普通朋友吗？
那不就完了？所以说你那个浩凡根本也就是喜欢你的。可我怎么跟他说 他有女朋友？ So 这些都是你的猜测。不可能，这就是你的推测。他也就把我当成普通朋友。不可能，林潇潇，我见过这么多男性朋友，根本没有像你们这样的。而且他给你留纸条，他早上起来给你留纸条。哎，我觉得你应该跟他说。不能说。是不能说还是不敢说？林潇潇，我觉得你真的跟个女人一样，就不要说像我想的这样他喜欢你，就算像你说的你跟他只是普通朋友，你成天这样还不如就跟他说，说不定还有机会呢。你要跟他说还不让我去使？瞧你那点出息吧你。我知道你是为了我着想，但是我也得为他着想啊。我要跟他说了，他要不喜欢我，那不给他添堵呢吗？林潇潇，我喜欢你。啊啊！您觉得我刚给您添堵了吗？如果一个你根本就不喜欢的人跟你表白，你根本不会当回事的好吗？姐姐，我服了，我真的服你了，真的。所以呢，你打算跟他说了吗？他不说。跟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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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说。林潇潇啊，我让你跟他说你就说啊，那他会怎么想？会不会难过？你有没有想过你不说的话那你呢？你心里面多难受啊。哎，我男朋友催我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先走了啊，你自己好好想想。嗯，拜拜。拜拜。哎喂，是孙浩凡吗？啊，哦哦哦，行。You are the answer to my lonely prayer. You are an angel from above. 哎呦。晚上一起吃饭吧。这谁手机啊？晚上一起吃饭，有空吗？那行吧，你等我吧。几点？四点半，在教学楼门口等我。嗯。有几片云的晴空，除了感动还有微风。
的爱人走了很久，看清楚也听着歌，经过对方一排车窗，我的世界。你这车这要去干嘛呀？别管了，上车吧，走。到底有什么事儿？哎，先领菜再说吧。待会儿有人过生日吗？啊，没有啊。待会儿有人要来吗？也没有。李小小，我跟你说个很严肃的话。什么？我还是写给你吧。服务员，服务员，有纸和笔吗？这么大？给。不是你俩，是恩熙老公。都是你。你到底要干嘛？写。
我觉得这家饭还不错哎。林潇潇啊，怎么回事？一路上都心不在焉的。你今天状态可不对啊。我带你不是来过这家店吗？什么时候来过？你记错了吧？哦，那我估计跟他一起来的。肯定。你在哪儿呢？没话说，到了。孙老板，哎，你看出去。是一直在那等着来的吗？把我给忘了，真是。你真够可以的，这么重要的人都忘了。你的时间，要走。你喜欢。快吃吧，快吃吧。后来我说了关于你们学院不好的话，你也没有生气。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开始对你有好感了。那次你的生日我迟到了，迟到原因是你迟到了。后来闹成那样，就是路上我第一次和你闹了吗？后来我唱歌遇到你，然后那天晚上你在寝室被打了，我也挺心疼的，甚至有点难过。你走了，我一个人整天想你。于是我确定我喜欢上你。虽然你是男人，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可是毕竟我们都是男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开这个口。我也不确定，就算你喜欢我，但你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感情？那你提前回来了，我现在真的很高兴。跟你在一起，我感觉特别好。就觉得可能我和你还挺合得来的。那天晚上我控制不住自己抱了你，其实也是想试探你，结果你离开了，又只好再抱你。你虽然没带动，但我还是有点难过，甚至有点不确定你的想法。还有在情人节那天，在13号，那你拿我的手机就是想试探一下，结果你还是在这个场下爆发了。其实我觉得挺卑鄙的，就是我不想让你相信，但是却又很高兴，因为我基本上确定了你的想法。后来我和王新宇提出了分手，他甚至都没问我为什么就同意了。我把手机送给他，跟他说这是我一直以来想为他做的事情，但是他最后没有要。于是我又自己用了，我买了电话卡，无数次的想给你打电话发信息，但是我都忍住了。我觉得你肯定还在生气，所以我决定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让你想想你为什么那么生气，也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去琢磨到底用什么方式和我说这些话。所以今天我把你叫出来，之所以用心，是因为我太了解你了。我要是直接问你刚才那些问题，你肯定是说不出来。不要说的都说完了，有些地方我可能做得很过分，小小对不起。不在是那个吧？点了六份吃完了。你们俩可真逗，又吵架了吗？又笑了什么？你看我和我老公从来都不吵架。你老公怎么没来今天？他忙好吗？你们两个这么闲，那些闲的蛋疼，他也不一样。我们俩才不闲。我能不生气吗？文玉洁吗？夏晓，我有个事儿想拜托你。我想我给他打电话，他肯定不接；发短信，他肯定不回。这样吧，你帮我约他一下，就说几个老同学吃饭，帮我把他骗出来。哎，你打电话，你竟然都打我这儿来了，电话。哎，你知足吧，你看看人家，要身高有身高，要长相有长相，要学历还有学历。
关键是吧，善解人意，对人友好，对吧？看我给你的脸。喂，姐，潇潇呢？哦，我们刚才商场下车。我们一会儿在商场见面。对呀，其实浩凡呀，不是我说你，这个朋友真不应该管潇潇。你看，不是让你那个女同事回你家了吗？见你妈还挺开心的。哎，你对象呢？你那同事是不是对你也有意思呀？你说这事儿，潇潇能不生气吗？要是换我的话，肯定早闹了。这女的是不是住你那儿？你还不知道她呀？哎，没事了。知道你不是有意的，今天晚上把他接过去就行了。我都跟他说了，今天晚上不给他开门了。跟我这没少添乱，早上前又催了我一声。怎么又给林小姐打电话呀？我说好了我打的吗？因为你一直没联系我。你这样他们就知道我们串通，这不气坏不泡汤吗？出来呀！能不生气吗？够了，够了，够了啊！吃饭。吃饭。你不知道导演到哪？还有吗？我咋？所以你要给我吗？这三个人关系简直好混乱。我也觉得。哎，话筒是能用了是吧？应该是能用它。首先呢，那个，哎，就特别感谢大家，能从就一直看到这个地方，但是我现在就只说两分钟，就两分钟，然后说完以后，后边踩在单后边。其实我知道他是到处动心了，但他说的话确实是真的。犹豫了一段时间，应该是在一两个月份的时候，但犹豫了大概一两天，我还是把这个剧本都整理出来了，让他跟他们说说，我还是挺想拍，因为不能说挑战，哎，反正就是因为拍这个东西，我有两个。我真的特别想把我大学四年里边玩的最好的朋友，把他们拍到我自己的一个什么一个视频里边，这样不管是多少年以后，我还能回忆起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最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很多自己脑子里想象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实现，就比如 MV 镜头，我又想了一个就像这个 MV 一样 Delicious 这个 MV 一样，就是有那种烟花的效果，但是因为那个演员有点害怕，他怕烧着他自己，所以就没有拍。然后呢，这个气球的这个也是本来想象的是天台，找到了这个天台，到时候一把伞下去，满天的气球，我还特地搭配了颜色，红色、白色、蓝色，但最后全都拴在一起了，连拍都没拍到。这也是自己，还有就是，其实我在这个影片里面还有很多小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比如有一场厕所的那个戏 ，KTV 那场戏在厕所那边，表面上其实让大家就觉得哦，他们是面对面在交流，但其实那不有很多镜子吗？在镜子那边可以倒映出其实真实的内心的想法。其实是林先生这个人那时候已经用心正面的对着孙浩凡这个人，但是能给观众感觉的是在镜子里面孙浩凡却背对着林湘湘。还有就是比如手机吵架那场戏，还有好多人，就职员表上的人我都感谢，因为真的他们都是义务来抽出时间来帮我。所以不管大家看完这片子有什么想法啊，或真的想吐槽啊，真的很想吐槽的话，你就私信吐槽我吧。没时间做，挺白的，很白，这里头我跟你说，这味道还可以。我是好人。对，你说一下，我知道你是好人。我把眼线画到眉毛上都没有用。
照片现在演什么吗？我们现在在演。哇！害羞什么呀？快，姐姐快过来。他问我为什么？快点。来，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其实王鑫也是这个样子的。他剧里面他说这么大块我吃不下，可是他现在只是对着最大的盘子在吃。怎么着我吃惊吗？够吃惊！来看一下去。哇！微风有点过分。哎，哪个是我擦的？我没做。大哥，我们帮你重新找个桥段。想见，还那个，什么都那么想见啊？微风怎么办呀？再来一次。微风，你欠我的人情真的很大。他妈的，来这儿不吃也不光要的，别来，谁瞧你来了？